走秀颇有架势，选了最爱的时尚颜色，围巾条条都是 DIY。听听你的颜色，那要小心一点，我也有做错，也有裁掉，要继续努力。还要努力的还有夫妻关系，邀约自己最爱的人，贤伉俪勾勾手，一起来勾围巾。背面有跑出来，就是跑出来的话，夫妻之间的那种交集啊，比较有话题讲。卖手工人做噶较紧啊，你也急不得。会改变他不要那么急的个性，一步一步来，慢慢来，就会完成。生活上会比较有乐趣，比较不会吵架。谢谢，不用棒针也免钩针，动动手指头越动越灵活。为了让老人家方便，还有小朋友也可以，出乎我意料，因为他们都很聚精会神，我们都教学相长，让长辈练习手指头运动。刚好这两天又很冷，围巾完成了马上就可以围起来，拿回家说啊，这个可以给我孙，那这一伙外孙上面长，他很有成就感，说哦，原来阿公阿嬷也是有这样子的才艺。冷冷的天，大家总动员一起勾卷卷毛线，也将全家人的心紧紧勾在一起。大新闻吴一轩、萧红树高雄报道。